完的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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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住凶手啊！我媳妇是我最亲最亲的人，照顾我十几年的，我求求你们，好了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不要这样，局长，不要这样，请相信我们，我求求你们，小哥，一定要给我们伸冤的，我们一定会尽力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报仇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一定要破案的，起来，一定要抓住凶手啊！25万，就是从这儿被大摇大摆拿出去的。你这个王八蛋！喂，是大眼吗？我是大眼。我是你奶奶，大眼！你整我，你算把我害苦了。初步判断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犯罪分子拿着开锁工具，先用开锁工具把门打开。然后把保安杀死。上二楼吧。大牙，大哥，大叔，你是我爷爷还不行？想要钱吧？我当然想要。我要不要？我能给你干这事儿吗？那好。钥匙在你家信箱。什么钥匙？你又在骗我是不是？我已经给你害惨了。你想不想要？你敢过来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们认识，经常见面。经常见面？你是谁？你敢过来？过来我剥了你的皮！What?
喂喂喂喂！厅长，现在让我费解的是，金库明明在地下，为什么在楼上值班的刘丽华被杀害了？去地下金库吧。在楼上杀完人之后，运完了设备，用养鸽机把金库门打开。盗走了265万现金和一把50-60步枪，还有10发子弹，并破坏了录像监控设备。凶犯极其凶残，作案手段极其熟练，杀人、抢银行、抢枪，所有大案要案的因素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厅长，姚水市有个叫于震的刑警要进现场，是为819案子来的吧？让他在上面等着。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袁厅，副局，我刚听说咱们这个案子叫511，对吧？对。我觉得511可以和姚水市的819并案。那你觉得511大案和819大案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首先，我认为他们都是利用电焊设备切割，而且819大案和511大案还有首先就得有第二和第三。刘帅，到，把第二第三记下。是。领导，说什么呢？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是吧？你想多了，朋友，我这还没死呢。走。
阿姨。哎，买面粉去了。啊，还没开门啊？哎，你看看现在这个广告，蟑螂不死我就死。大爷，服务员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什么时候开门？追！站住！打劫呀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打劫呀！哎，站住！救命啊！打劫啊！抓住他！打劫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跟着逃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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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抓住他！你跑不了了，你往哪跑？救命！救命！别过来！哎哎哎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怎么动起手来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派出所的协管员齐虎，这个人涉及到一个案子，我们只是带他回去协助调查一下。刚才我买面粉的时候，钱掉地上了，他们俩看见钱掉地上了，就围上来了。你真想调查我？你怎么不在我掉钱以前调查我？我掉了钱，你再来调查我？你哪儿的？我哦，这是傅局安排来照顾你的人。嗯，傅局，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经过监控录像找到的，他们都是在今天凌晨1点出现在信用社附近的。你从他们的背后先看一看，哪个是我们昨天晚上追的人？中间这小子，第三个。明白。三号，转过来。今天的凌晨1点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。路边的监控录像都有你的记录，
你说你没干什么？我马明心，你是个做生意的，平常十块八块的都记得清楚，不超过24小时的事儿，你能忘了？我提醒你，我的腿是怎么断的？马文新啊，咱们是邻居，你能说实话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今天的凌晨一点钟左右，你在油麻新闻社附近干什么？我去油麻信用社找我表姐，她昨天晚上值夜班。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刘丽华。刘丽华是你表姐？她是我爱人九儿的表姐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她昨天晚上被杀了，前额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，后脑勺砸了3下，脖子被人割了一刀。是我害了他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隔壁的，什么事啊？你干嘛把垃圾袋放在我门口啊？不会吧？喂，走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绑架！我要告你们的！你们真的是警察？我不要看他的，我要看你的。我是他保姆，我拿的就是他的。现在相信了？知道为什么在车里审问你吗？不知道。我等不及了，知道吗？你是老师？你配做老师吗？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生！你怎么骂人呢？我骂人？我现在又不是警察，我敢抽你！你杀人了？油麻新闻社刘丽华，你是先奸后杀，还是先杀后奸啊？你在胡说什么啊你？我们要关门了。
啊，哭了一晚上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以为你是孩子，一哭就给你买糖吃啊？你是个有文化的人，我是个实在的人，我的腿刚伤，现在很难受，你趁早快说，让大伙儿都睡个好觉。我知道丽华出事了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也知道你们迟早会找我的。哼，那你还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呀？你把那些程序都给我省了。那我从什么时候说起呢？从我认识丽华的那天。你以为你上课呢？第一课第二课你就从昨天晚上开始说起。我每次和丽华见面都是在她在信用社值班的时候，这样她家里人不会怀疑，而且信用社又特别的安全。昨天晚上也是这样，丽华给我发了个短消息，我就过去了。嗯，放给他看。我发现我表姐刘丽华有外遇以后，我跟她谈过一次。我跟表姐说，要她一定要停止这种行为。她老公窦世勋已经瘫痪10年了，如果万一别人知道她有外遇的事情，这对她的家庭是个毁灭性的打击。表姐也同意了，她答应我，10号晚上值班，她会跟姓贾的摊牌。我什么？接着往下交代。我希望你和马明鑫说的没有出入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哼，接着看。我这手机上面有电话记录，我是在昨天晚上12点10分接到表姐的电话的。她说和姓贾的谈的不是很愉快。贾凤山还警告表姐说，要是表姐敢分手的话就对她不客气。表姐还说贾凤山当时在值班室大发雷霆，表姐吓坏了，她是躲在洗手间偷偷打给我的。马明星胡说，完全是胡说。丽华从来没有跟我摊过什么牌。你激动什么？我和丽华是很正常的睡觉，他这是诬陷。你先发火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所说的一切只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，你和刘丽华发生过性关系，这些是经过法医鉴定的，其他的你必须给我补充。接着看。我一听我就急了，因为这事儿是我逼着表姐和姓贾的摊牌的，这件事情连我老婆九都不知道，万一表姐有个3长2短，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啊。所以当时我就从家里揣了把水果刀，打辆车我就到了信用社。到了信用社以后我又不敢进去，后来我就给表姐打电话，表姐已经不接电话了。我想坏了，这姓贾的不知道对表姐怎么样了。后来我正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，就来了辆警车，杨队和您就叫我，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，我撒腿就跑。在拐角的地方我还把那把水果刀给扔了，后来就听你们说。就是这把刀，马明鑫说的丝丝入扣，有理有据。你呢，贾老师，你证明自己啊。我冤枉啊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冤枉三个字能证明什么？我真的是冤枉啊！我说的是实话。我说的也是实话，就凭这个录像，马明星我完全可以放他，知道吗？这一切事你得给我扛着，你不要以为我腿坏了，你就给我在这儿耗。来，好吧。这。
大帅。哎。睡了。啊、哦。他怎么样？放了？放了。杨队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？再说也扣了挺长时间的了。他找杨队啊？对啊。杨队刚睡，现在叫醒他又该发脾气了。那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啊，那好，让他进来。来，坐，坐吧。你昨天没睡好吧？没事。哎，杨队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你感冒了？没有，我这是过敏性鼻炎。哎，你昨天怎么不这样啊？昨天一紧张就忘了。说，什么事儿？我有一天在家里无意中发现表姐从电脑里往 U 盘里存照片，那些照片全是她和姓贾的。直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能不能这样，你们要是清理表姐的遗物，发现那个 U 盘，就把 U 盘给我，我怕他们家里人看见照片难过，我也不希望他们去找那个姓贾的麻烦。你们要是不方便的话，反正别给他家里人就行。哎，刘丽华的遗物里有 U 盘吗？没有。不对啊，那个 U 盘是表姐他们单位发的，表姐一般都习惯把它带在身上，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。我跟你说，马老板，我们公安局办案啊，凡是死者的遗物和案子没关系的，我们公安局不会留的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哦。你心里负担挺重啊，怎么还这么紧张？不是没事了吗？大帅，安超，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马明星不能这么快就放了。杨队办事就是这么干净利落。可是我看他那眼神，我总觉得瘆得慌，总觉得有什么事儿没弄明白。那你去找证据啊，杨队最讲究证据了。我就是个保姆啊。安超，你好好想想，在我们重案组有保姆的编制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算是借调到我们重案组来工作了，从法律角度上来讲，你完全有权利去调查。破获511大案现在是东山市最高的任务，如果你有什么需求，所有的部门都会给你开绿灯。真的吗？没错，我还从来都没干过呢。所以你现在还是派出所的那套，抓个小人物恨不得审个十天半个月的，看看有没有偷自行车，有没有当扒手。偷自行车也是要拘留的。我们重案组可不管这些，我们只管看你有没有杀人放火投毒黑社会等。
真的？嗯。那我要大干一场了。好，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。嗯。啊。表姐被人杀了，笑死我了！你一天一夜都没回来，也不打个电话，你干嘛去了？我昨天买面粉的时候，被公安局当成抢劫信用社的嫌疑犯给抓进去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爸不知道表姐在那儿吗？那如果是你抢的，你就得杀了表姐。我们怎么会干那种事呢？没事儿，我不是给放出来了吗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梅心，梅心，你头疼病又犯了。我给你揉揉，放松放松，放松一下。你先歇会儿。回来就好了，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杨队长，杨队长，行，坐。你总算来了，我是冤枉的，杨队长。早点吃什么呀？我哪还有心情吃什么早点哟？哎呀，东西还得吃啊，今天还得扛一天呢，要不然你能扛住吗？哎呀，杨队长，我是冤枉的，我今天还有课呢，我的学生还在等着我呢。那行，不谈这个也行。你是教什么的？数学。今天我还给学生们上圆的性质。那行，你就给我讲讲圆的性质。我上学的时候圆的性质没学好。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杨队长，你就别再折磨我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折磨你了？哎，杨队长，杨队长，喂。你好，我是杨岭东啊。他们抢的钱，在好又多超市的118号柜子里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？你要告诉我，我非常感谢。一个有良知的人。装什么孙子？好又多超市。别害怕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我是东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杨岭东。起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是被涮了，这跟我没关系。这把柜子打开。
崔永刚哪儿去了？我是昨天就去舀水了，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，要是说错一个字，我整死你。他去舀水室了，昨天就去舀水室了，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回来。你就不能说点别的？我前天刚见了他。这是镀金的吧？嗯。戒指呢？戒指。这值多少钱？一千。是真的？是真的放屁呀、啊、还是真的值一千？真值那么多。陈永刚那个漏斗命，他能把这么值钱的东西留在家里？是结婚戒指。结婚戒指？嘿嘿嘿嘿，干嘛呢？把嘴放下。在好又多，你说了三句话：第一，这事和我没关系；第二，我被人涮了；第三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今天你不把这三句话说清楚，别想离开这儿。我有什么可说清楚的？我去超市存包，旅行包，有什么错吗？十号晚上你干什么了？我在外面喝酒，打牌，打到几点？十二点半。和谁打？和老三，老三可以作证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回家了，我老婆彭兰可以作证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嗯，派出所，或者叫公安局。知道就好。你不犯事儿，公安局会找你吗？你别给我装孙子。你横是吧？想清楚了找我啊。哎，哎。你说这戒指能值一千吗？他就是陈永刚的老婆。哎，别跑！彭兰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！你跑什么呀？我彭兰，这是市局刑警队的刘警官。我打人不对，我打人不对。我看见风雨路上有人愁。知道一些机会在等候，都说是灯红酒绿不能长久，我已习惯寂寞的时候，我愿在爱的旅途慢慢走，我知道痛的滋味怎忍是不是人的欲望无尽无休，我说了也